人总是不满足，你有一个儿媳妇，你会嫌儿媳妇不懂事情；你有一个女儿，你希望女儿在婆家能够掌管婆家的大权；你开车的时候，你很讨厌行人；你走路的时候，你非常讨厌汽车；你打工的时候，你觉得老板太强势，太抠门；你当老板之后，你又觉得员工没有责任心，整天在偷懒，没有努力的工作。你如果是顾客，你会认为商家太暴力；你是商人，你会觉得顾客太挑剔。其实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我们站的位置不同。所以学佛人要换位思考，你的人生才会变得越来越好啊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，那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他在想什么，所以你做出很多的事情就会做错。所以人要有一个三平的心态，经常要把自己的心变得平和、平稳和平衡。人要有三容的姿态，不管对事物和对人，要对自己要从容，对别人要懂得宽容，对人间的事要学会包容啊。这就是佛法上说的慈悲心，它能转化出无尽的包容和宽容，使你变得越来越淡定。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，解决人生难题的钥匙就是你的心态。我们每一个人要为众生而活着，为别人活着，你就会没有无达到无我的境界。为众生就是为了自己，只是发心不同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有爱才会有恨，有过去才会有未来，阴阳相生，无我的境界，这个世界无始无终。希望我们学佛人懂得一切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随缘，那是佛陀最好的理念啊。